左侧，后脑勺痛，左侧后脑勺痛啊，那个三尖的啊，一家飞起，二家飞起，被人家那像击中一样的，像击中一样的击上击下，击上击下啊，在那边啊，然后活活的折磨啊，活活的折磨，在那边，活活的折磨啊，为什么活活的折磨？因为那个他们曾经折磨人家去，做那个核酸检测啊，折磨人家，现在他也要在折磨啊，在那个在山里面一个地方啊，把飞机挤上挤下，挤上挤下，挤上挤下，还搞得他那个啊，实际上在原地啊，原地啊，原地啊，外地也这样搞，飞机上也这样搞啊，搞得在那里团团转，在那里团团转，折腾他们啊，你折腾老百姓，现在我也折腾折腾你啊。他们在飞机里就是知道滴滴上滴滴上上，知道出问题，滴滴上上滴滴。当然那个驾驶员控制不住啊，控制不住啊，控制不住啊，经过半个小时在那边跟那个怎么挣扎也没有，怎么挣扎没有，这个就啊掉下去了，啊折腾上啊，在原地折腾了半小时还是啊，让他们也体会体会。这是老百姓的那种感觉啊，让他们最后也体会一下子，也让他们体会一下子。因为做核酸，做核酸是他们是不会去的啊，不会到现场去，在大学里面，在冷的天气里面，在排队在折腾的啊，他们不会去的啊。所以这次让他们也尝一下呢被折腾的那滋味啊，被折腾的滋味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